龙虾是明年这样，那海参这个呢？海参你对这个定价，这是北京的这个事情怎么三十。样？三十够不了。那你呢？你有了呀，就三十。嗯。那这个事情就很难办。而且三十呢，我跟你讲实话，我是给你两次煮的，一次煮的还得出问题。我保证运过去一点水不带出。不是你为什么这个？你觉得一次煮的会出问题？第一次。天热了呀，现在。